吉兰丹狠妇痛下毒手，捏死亲生的8个月大婴儿后，遭警方火速逮捕。不料嫌犯上庭时不肯配合下车，警方被迫抬脚搬人。这罕见的一幕今早发生在万杰推事庭外，警方准备将40岁的嫌犯押上庭，申请延长扣留。怎么知道嫌犯一直念念有词，说什么也不肯就范。最后劳动5名警员合力将他抬起来，才成功进入法庭。调查发现，嫌犯昨天早上在甘榜双溪都亚的家中杀害男婴后，还用盐涂抹宝宝全身。丹州总警长沙菲戈恩指出，警方不排除这名父亲受到邪教影响才犯下恶行，而且在录口供的全程也不发抑郁。警方也同时逮捕了死者的32岁母亲协助调查。由于这名女子受伤，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。夫妻俩随后也接受了毒品检测，结果显示两人对毒品都呈阴性反应。